先打圈啊。打圈，不如碰一碰。刚才在脖子上面弄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呢，他出来试试。现在吕哥先弄着五二零先打圈，打完圈之后，我这会儿要去弄点花花绿绿的东西，来，吕哥帮着给这个五二零脱敏先。吕哥，行不行？先放着啊！红的绿的我老下，但是牛美丽她说我下的不对。对我下她的时候，牛美丽还把我骂的，不让我下。哎，他胆子还是这么小，你看，这儿他敢又怕又累，都已经出汗了，好想把他放出去不训了，哎，有点心疼。哎，我感觉这会儿好像好多了，你看，能在身上搭了。对。哎呀，还，哎呦，还是不行，还是不行。哇，我还挺激动的，五二零终于可以看人骑着走了。宇哥，行吗？都过那里去，没事，应该没问题。慢慢的，没问题，慢慢的，放心吧，绝对不会帮你看一下的啊。我都不敢大声说话，我刚刚问宇哥的时候，我都不敢大声说话。这玩意儿。宇哥，你小心。没事，小心吧。哎，不坐骑坐车很舒服，是吧？看到没？听到没？吕哥说了，我这个眼光不错，这匹马作为座驾特别棒。这是骑五步的，你看，不错不错。吕哥，这会儿是好多了吗？好多了，要不要试一下？我怎么有点怕怕的？没事，我牵着你。你们俩。你还是别骑了，牛美丽你别骑了，牛美丽你别骑了。先让小白上去试一下吧，因为是生马嘛，才打了几个圈。小白试完之后，我看我再去。信号特别好，对，真的，没事，应该没事。他还是不敢过来。你看吕哥这样就骑着让他脱敏一下，他看到那个花花绿绿的还是不敢过来。没事，坐，可以是吧？可以，梅丽眼光可以。梅丽，你的眼光可以，是吧？是吧？一个礼拜两次都挺好，没问题。训一个礼拜就好了。一两个礼拜就没问题了。你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了。他不懂，他可以是吧？可以，你看，没事，继续过去，没事。坐，对，他会站，没事。不错，应该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小白，这边的脖子，OK，就可以，对，你看，对，鸡巴上面，就这样。